刷了，咱要邀请这位哦，以前拢听伊讲他教话哦来问好，但是伊这摆要唱歌啊，来听大话帮唱歌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咱个用热情的朋友来邀请哦，这位是铁铮铮的汉子哦，我们的中年王阿旺，掌声鼓励。中年王，掌声出来。大家好。听讲今仔这场哦，哪靠唔捌遮侪人嘞？但是我看敢那无够侪哦，等下又搁较侪来，对无？有影吼，有影吼，真欢喜来到哪靠看到大家啦哦！啊，这个所在有新社区，有旧社区，所以我相信选民已经百百种哦。但是选民百百种无要紧，咱的候选人干来会当有一种，是倒一种？就是何伯文这种，对不？你莫看伯文这大张呢，但是伊虽然大张吼，唔是粗鲁人呢，足有礼貌的哦，这个心思也非常的细密。所以伫大化甲伊讲台，遮侪年来，我认为伊即马选立委是上好的选择。我嘛相信，每年一月十四。大家会当伫博文的南口的竞选总部来放炮啊！咱恭喜何博文高票当选，好无？这个区即卖吼，可能有三个人会出来选，哦，可能有三个人出来选，一个叫何博文，一个叫何启胜，两个拢姓何，所以你去当票的时阵哦，唔通当唔对呢。你唔通看到一个何，啊，就甲当落去，爱看啊清楚哦。哦，这个红阿头就好认的，对无？会当唔对无？应该袂啦吼，哎，看啊清楚啦吼，哎，大口迄个啦，嘿。但是选票顶头的选票，因为干那红阿头吼，所以看袂到身材啦。最近哦，这个美国人口中的小混混，大家知影什么人哦？迄个真普通嘛，对无？迄个真普通，迄个介普通的。走去美国底下乱乱三五天，结果咱的记者走去问美国的政府讲：“哎、欸，啊，即马台湾有两团来美国访问，你敢知？”国务院的发言人讲：“啊，你讲什么有两团？我刚才知有蔡英文这团呢。啊，另外一团走去倒位啊？唔知。所以大家吼、哦，卖伫去予台湾的媒体骗去。”即马因国民党执政，因权力足大诶，伊要叫媒体安怎写，媒体就安怎写。但是美国人无伫插伊，美国人分甲足清楚诶，因为知影未来台湾诶总统是蔡英文，毋是真普通，所以无需要插真普通，好好啊接待咱诶蔡英文，因为即个人有可能做美国诶总统，做咱台湾诶总统。最近前欧洲一个国家叫做丹麦。选一个四十岁总理出来呢，有史以来第一个四十岁呢做总理。即马全世界吼、哦，过去毛泽东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女人撑起半边天呐、啊。我看即马全世界应该即句话要小改一下，即马是女人撑起一片天了。大家看，德国的总理是女性，丹麦新选的总理是女性，泰国新的总理嘛是女性。美国未来也有可能出一个查某的总统，啊，咱台湾，咱会使见笑，咱会使落菜无？袂使，所以咱明年嘛要出一个查某的总统，好无？啊，迄个即马要选总统嘛，干那一个查某的，你敢会将另外迄个看作查某的？虽然有淡薄仔像，但是应该袂看唔到才对啦，吼、哦。哦，所以另外迄个议员是查甫的啦。哦、所以咱选总统，你著选查某的；啊，选立委，迄、那个红阿面上大坑的，迄、那个何伯文甲断落就对啊。啊，政党票咧，政党票要投予谁？投民进党对无？各位，台湾会当改变，台湾绝对会当改变。真侪人伫路会拄到我，拢会甲我讲：哦，林芳，你爱加油哦，台湾靠你。我讲唔对，台湾唔是靠我。台湾是靠在座每一个人，因为我去投票，我嘛干那一票尔，我也无可能当两票啊。但是在座每一个人，你每一个人拢同款，手中同款有一票，所以台湾的改变爱靠大家，唔是靠某一个人。
民主选举上可爱的所在就是郭台铭有够好赢吧，王雪红有够好赢吧，但是因有几票，伊敢有比你较侪票？因的钞票可能比恁较侪啦，但是选票甲恁平侪啦。所以郭台铭嘛会当投一票，王雪红嘛投一票，但是在座各位恁每一个人嘛同款会当投一票。所以咱要改变台湾，就是靠咱手中这张选票。台湾即马要改变，就是爱靠咱手中的选票。我头拄伫台下问遮南口的人讲，南口过去哪个占六成，你个占四成？但是去年蔡英文伫南口敢若输3%，有伫改变无？有改变无？所以明年蔡英文伫南口会赢无？会赢无？好不好？会赢无？一定会赢对无？这就是改变的力量，靠大家手中的选票来改变。哦，今天来遮哦，听讲一定爱唱歌啦。哦，听讲一定爱唱歌啦。啊，头拄仔迄个徐永明无唱歌的哦，等下佫甲拖起来唱歌好无？好，啊，我即摆来唱一首歌吼。来，大家对话，我画何伯文，大家画动算好无？何伯文动算。何伯文动算，何伯文动算，何伯文动算，动算。哦，我来唱一首《冲冲冲》。掌声鼓励哦，冲冲冲！唱要安怎，对不对？但是咱对只阿黄有交代，哪靠过去输3%嘛，对不对？即摆咱变过半了，好无？过半无够呢，过
八百真正无够呢，咱拼60%呢，好无？无够大声，后壁迄边拢无讲，咱拼60%呢，好无？